收阴法，将身体仰卧，尽量的放松自己，将双手放在身体的两旁，让手心朝上，双腿屈膝，轻轻地打开，与肩同宽，保持深长的呼吸，先吸气，当气吸满后，屏住呼吸，将肛门和阴道收紧，吐气，慢慢地放松，气吐尽后，再屏住呼吸，同时再次将肛门和阴道收紧，慢慢地放松，调整呼吸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将身体仰卧，放松身体，双手放在身体的两旁，让手心朝上，双腿弯曲，打开与肩同宽，做深呼吸。先吸气，吸满了气体，屏住呼吸，将肛门和阴道收紧，吐气，慢慢的放松，当气吐尽之后，再屏住呼吸，再次将肛门阴道收紧，再慢慢的放松。调整呼吸。这个练习可以使产后松弛的产道恢复弹性，预防便秘，强化你的性功能。